甜的，苦的，很辣、啊，糟，我要水。初中的时候啊，太叛逆啊，一直被训导处罚，被鞭了，很辣。做很多事情，你只是做一点小事情，老师就会放大你的错误，所以很多时候你就被带去训导处这样子，然后进行纪律处分哦。就是可能读书的时候明明就很努力，可是考到的成绩就没有很好哦。我觉得最甜的是能够遇到很多我很珍惜很爱护的朋友，只要是跟他们在一起，就连做很小的事情都会觉得是甜的。我高二那年的班队比赛，大家都很努力的练习，每天放学都留下来，然后大家也付出了很多，结果成绩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在上课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玩啊，开心啊，然后在宿舍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开心讲话什么这样。有时候让我很心酸的就是当会员没有注意听你讲的东西，还是对你很不尊重。为什么我为你们准备这样的活动，可是你们给我这样的反应？我来讲，辣的意思是很刺激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辩论比赛，所以我们在每一关以自己的口才来赢别人的时候是一种刺激，然后那种刺激的感觉是永生难忘的。辣就是很爽的一个感觉啊。其实辣哈，对讲不生气不是什么。对来讲是一种刺激来的，我觉得吃很辣我会很嗨，越吃越爽。那种辣是苦在心里的那种，无可奈何，就是辣，你一直被呛到，一直被呛到那样子。我觉得那是遗憾哦，就班哥 H1 都没有了嘛，然后 S2 的时候又没有得进决赛哦，然后班上的人没有付出到完啊，都最后一年了，还这样，所以啊，很遗憾哦。我记得是在2018年过，那个是全国独中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星期有七天的，一个星期七天嘛，好像是有六天都是在训练的，就是放学过去去训练了。那时候就是为了要进到这个全国独中，就拼哦，拼完全部。在当时也这个过程中，虽然是非常艰辛啊，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而且是个这次也这个经验啊，它为我的中学生涯积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新收获还有知识。因为我是排球里面最矮的，然后大多数那些 role 都是需要高人去 play 的那一种，就因为我太矮，所以很难会被选到。当你矮的时候，大家都会看不起你哦，会觉得说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今年高三统考了，我已经没有玩 game， 没有看 YouTube 了，然后我现在全心全意面对我统考。那高三最后一年，所以这些苦是让我整个中学生涯那个画布上留下最美好最美好的画面。虽然在中学生涯出球的时候你真的很丢脸，可是这些回忆也让我觉得，在我回想中学这六年的时候，至少这些回忆是开心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回忆哦。比如说我生日，我就按电话按一半，我朋友就好像冲进来，然后就帮我庆祝生日哦，就跟我讲一些话啊，开导我什么，我觉得很感动啊，很温暖这样。这一年上课最后一天，就会感觉到是酸味。因为大家都要离开哦，但虽然明年还可以看到，可是这一年在这个 moment， 大家一起上课的情况都没有，可能全世界是独一无二。当你进来第一年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快点毕业，可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现在就是到你自己毕业了。每天晚上都会想，如果真的毕业的话，我们全部人会怎样，是不是全部朋友还会再遇见。虽然讲说我们每次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然后真的是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一起经历，可是我还是觉得这几年来的时间都不足以让我觉得很足够我去陪伴他们。我觉得没有他们我就真的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因为我太奇怪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大喊我的 pattern 啊这样子啊，可是他们就陪了我六年，我就觉得这些都很辣，因为辣是一种吃在心里面的一种味道，然后就那些友情那些回忆都是你永远记住，可是你就怎样也忘不了，可是就不能再像前一样